木瓜侠八点档，还愿名人玩到闪耀头，七下架为你躺枪。阿霞最近被一款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台湾恐怖游戏还愿烧到彪悍馆长、电竞女神雪洁玲跟落选升官的陈绮麦都玩的下下叫。灵异故事就发生在1980年代，编剧作家杜先生和艺人生了千金美心一场诡异的奇遇，阿霞觉得太怕，连某位红黄配的家伙都成了巨星，没错，就是爱吃猴泥的疗愈系杀手小熊维尼。可惜一张维尼符咒那么八奇的彩蛋让对岸同胞心生不满，在上市第七天就下架了，害美系一家三口不能团圆，中国代理商甚至传出破产危机。原来长得太像习大大也是种美丽的错误。但维尼难过，维尼不敢说，反正有小猪佩奇与你作伴，和达赖喇嘛会面，迪卡卡行为不良的小贾斯汀也通通被中国封杀，惹没关系，吃惯蜂蜜配包子压压惊。